大家好，我是 Patricia， 今天我们来用这块这个小羊排啊，来做一个特别简单的偷懒版的空气炸锅烤羊排。首先呢，我们先要按照它这个骨头缝啊，一根一根的给它切成一片一片的肉。很新鲜哦，好了，小羊排用这个空气炸锅烤啊，非常的简单省事啊，也不用油煎什么的，我就喜欢这种方式。切好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羊排一片一片的，最好用这个厨房纸把这个血水给它擦干了啊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羊肉擦干了血水以后呢，我们给它撒一些盐，撒一些蒜盐啊，稍微调调味儿，不要太咸。这空气炸锅预热好了，400度啊，放上一张纸。现在我们就来把它摆进来啊，看看我们能摆几块先啊。好，我们现在都摆进去以后呢，我们就给它喷上一些油啊。OK， 好，进去烤400度，20分钟到了，我们给它翻一次面啊。好了，这羊排我们400度烤了20分钟啊，然后中间撒一次孜然粉就齐了，简单吧？有兴趣的朋友都自己试试吧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